为啥这游戏傻子都不让说呢？全军出击，没用。现在这是管的太宽了，那傻子那能用什么来代替呢？鳄鱼一级总是喜欢找我拼，我就喜欢这种一级找我们拼的鳄鱼。哎，我就喜欢这种鳄鱼。然后慢慢推线，压住他。回家了，不是吧？我也不回家，回家没意义。走，野区去。哎，我小兵没吃着。哎呀，少个兵经验，少一个，算了吧。还拉死人咋没了呢？哎，没打。我们三个人。可以打，这鳄鱼兵线炸了，可以打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继续干，别怕，我陪你。现在俺们有线权，靠！我的天哪，为啥这亚索跑这么快呀、啊？我一段位移没跟得上他。哎呀，白给了一个人头啊，这有点难受。这亚索也没有血呀，345，345，没毛病啊。哎，天！俺一个跟头能翻108千里。以亚索刚才的行进速度来讲的话，我感觉应该能闪现翼跟得上。我 W 闪现翼还没翼着，我操了，这多大一段距离呢？ W 加翼还加闪现呢，啥玩意愣啊。真的是血亏，中路杀人没打过俩人，让人双杀了。哎呀，玩个锤子！大鳄鱼一会儿回一手血，回的可挺多呀、啊！我这个御狙没把他的 Q 给他逼出来。
这把我们前期算是够呛了，塞拉斯有点有人头有点多，塞拉斯的人头有点多，不用看了，我应该一会儿汉阳人这地方蹲一波吧。刚才换一个也行。哎呦，下路可以啊！但是这个奥编码要面对的是一个能偷我大的塞拉斯，加上一个亚索，咋整呢？这把得谁起来能赢？我告诉你们，就只能我起来能赢。我起不来，赢不了。这鳄鱼刚才还收俩人头，不跟他打，走。这鳄鱼点的好正啊！我操，上路一直推线对线不支援，俺们去中路还死俩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个人。慢慢来吧，略微有点亏。别闹，你帮下，你别帮我，再帮我我爆了。对，帮下了，别往上走。这把不能往上走，这把往上走会坏掉。下去拿龙，主要保下路这把。塞拉斯就过来就行、是。哎，没抠出来，我操！这他妈一波完美的单杀没杀了，我抠都抬手了啊，那个抠都抬手抬起来了都，他一个抠把我收了。天选之鱼啊，老鳄鱼。这波都能让你逃过一劫，嗨呀。他一层塔皮，
我们土地老儿。塔给他吃石头人跟 F6。 嗯，给他一个防御塔。哎呦，这人你呢？恐怖恐怖，你说？哎，我操了！为啥这能一丝血又没死啊？这人呢？老讷鱼，这把算你运气好。不闪现呢？不闪现不一定打得过。不闪现真不一定打得过。他马上 W 加 Q 全好，他晕住我两秒加一个 Q 回血，我不一定能干得过他。可以鳄鱼。OK， 溜溜溜，我们也四层塔皮，这怎么害追呀？快救救救救救！救命！救命！装甲猴，还行，辅助收的可以接受。没想到啊，小龙，别看这亚索小电刀打不过俺们，还真别装。说实话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马上黑切，兄弟们，到别着急啊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我还得需要200块钱能出山。追呀，飞石快来。亚索也不回家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差点钱黑切怎么办啊？
齐天大圣现已存活，存活咋的了？我无所谓呀、啊，我装备起来了，兄弟。那鳄鱼十一级120刀，我115四层塔皮，咱啥也不差。这老鳄鱼也就是运气好点儿。马上这鳄鱼就死了。先杀亚索，走走走，鳄鱼来了。可以打，难死600块鳄鱼，难死蓝枪，上了收兵。马上等级反超，可以。起飞！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穿一穿，穿一刀。嗯，鳄鱼不死二级吗？死一级。没用啊！溜了。不溜，这波可以可以推，可以推。OK， 这小装备一出，这鳄鱼也没啥钱了。小法师来个水银海吧，这亚索得杀啊！这亚索必须得杀，亚索不杀给我们家杀没了一会儿。现在得必须得杀亚索，团战俺们就盯着这亚索杀，把技能全甩到脸上。塞拉斯肯定是偷我们大的，所以 EQR 立刻啊放 W， 立刻让他偷假猴，偷不到，这样俺们团战就能赢。我有锤石，我怕什么玩意儿呢？拿小龙，拿呀！我在这给你探视野呀！蓝枪去上路收兵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这奥比亚马怕什么玩意儿呢？那他身上有那个东西啊，直接往里冲呗。小法师冒着，我操！哎呀，他们这装备有点好啊，一个冒着，一个无尽电刀。很强势啊，没事，我推一波。你觉得他们现在哪个人能带得过我？你觉得亚索就这个装备他都带不过我，除了现在除了鳄鱼能打得过以外，没有人能打得过我。还真不是我吹。
打吧，假装去中路收下，他们没视野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这波假装没打龙啊，正好把龙抽了。往下走，找到鳄鱼。干啥呢，老弟？啊？那亚索单挑怎么可能打得过猴呢？回家十五。蛮秀的呀，亚索好菜，亚索菜不菜他也不可能单挑打得过猴，英雄定位这就不一样，这种小法师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战士，真是。给你拿来，来呀、啊，哎，小心点这波，先走可以啊。塞拉斯好像掉线了啊，这鳄鱼啥意思啊？嘿，这把我告诉你们，真的是逆风猴教学，教学了，真的，真教学了。从0-4打到3-41，把自己的装备一步一步的追赶到鳄鱼，真的，教学猴，逆风教学。直接开走，飘闪，开中，他们家这掉线那就结束了，拿下我们重回钻山。我多么希望这是钻二级比赛，这是打的人都是一样的。真的，从无人问津的0-4打到全场等级最高，蓝脸汉，猛啊，蓝脸汉！游戏结束，哎，脖子有点痛。